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今天呢是想画一个 Lisa 的仿妆，我又来画 Lisa 了，应该是我第二次画她的妆容了吧。然后今天是想画她新歌里面非常美艳的那段埃及艳后的那个造型。我之前看他们的宣传照和新歌发出来之后，我真的是最最最喜欢她里面的这个造型了。我还在想为什么没有人画这个妆容啊，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妆容。然后今天呢是想把她这两个妆容稍微的结合一下，眼妆还是主要以她这个金棕色的这个为主。我已经把底妆的部分打好了，就是上的有一点白，然后我们直接从眉毛的部分开始。它眉毛的部分呢就是简单的带过就好了，因为有刘海嘛，就画一个比较自然的眉形就好了。其实我应该把我的眉毛修一下了，但是好懒得修啊，然后我修眉毛的小剪刀还找不到了，所以眉毛就有点长。眼妆的部分呢就用这两盘，这盘主要就是以金色的为主嘛，但是因为这盘里面没有重色，所以可能会用到这盘。用遮瑕把刚刚留出来的这个位置稍微的遮一下。然后用一个黑色的眼线膏画今天的眼线，因为它眼线的部分还是挺浓郁很黑的那种。下面的这个部分可以画上一点。前面眼头的这个位置还是要用这种比较细的黑色眼线液笔来画，会画的比较精细一点。但这次眼妆前面的部分是画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开眼角的这个。妆容还是先用这块，它鼻子的部分就是没有我看起来这么圆这么肉肉的感觉，所以鼻头还是要修的稍微有棱角一点。然后用这个白色提亮一下。腮红的部分还是比较淡的颜色，就用这个颜色吧。口红的部分我想画它那个非常浓郁的那个红色，看起来也是很饱满的那种。再叠加一层这种透明的唇蜜，
好了，我现在要去戴假发了。你们不知道我戴假发有多难，因为我的头围真的是非常大，所以一般的假发我戴起来都会很勒脑袋，所以我的视频中几乎很少有戴假发的妆容，希望我能成功吧。